做什么？我现在在做这个楼，我要做这个暴龙。那这是要用双面胶粘吗？还是？他没有说，他说要橡皮。用橡皮筋，所以它不需要粘胶吗？它需要粘吗？不用。一起回弹哦，它就是用橡皮筋去固定，所以它是不需要。你有橡皮筋。粘是不是？它不需要粘。你有橡皮筋。我没有橡皮筋。这本里有附橡皮筋。那你用这一本的橡皮筋先哦，然后之后我们之后再买个补回来就好了。对。你现在要做它的脚。等一下做这个你的手的样子，等一下做头跟脚出来。这是他的衣服，他说他都是可以动的，然后他刚才有说一个有会飞。你看，那还要做头，他的脚会很难粘，因为他的脚的痘痘要粘一个立体的出来，里面这个要粘起来。哦，我粘自己。你看龙的牙齿这么大，龙的牙齿这么小，龙的牙齿这么大，龙的牙齿这么大，它头又这么大。嗯，哦。变这样，把肚子能粘上去，粘上去之后把肚子用蓬龙的身体，轮到了做它的头。我做好了，你看啊，那它可以把我的杂猪排吃掉了。这就是我做的恐龙，下次我会做别的。